大家好，我是新剧5403-17的江小黎，然后今天给大家录一个我改编版的《相爱实业》，希望你们能喜欢。第一眼我咬着唇，感觉像是丢了魂，我蹙眉说着的疼，你却狠心撞着门。第二夜我坐上面，他扶着让我来练，我感觉到有点黏，疼的感觉已不见。第三夜我变很乖，他说要我跪着爱，这种感觉有点怪，却又有点小期待。第四夜我有点浪，想不起身在何方，把我曾经的幻想全都用在他身上。第五夜我有点累，本来打算悄悄睡，谁知又被他弄醒，一整夜都不让睡。第六夜我红了眼，直接不愿上保险，翻云覆雨这点事儿女人也能做主意。第七夜换护士服，决定把他给制服，叫声宝贝不要跑，小黎陪你来洗澡。第八夜他发了狠，直接就把我来捆，说我把他熊封下，今天轮到他找茬。第九夜我被掏空，日日夜夜不得空，他也在那床边躺，说快要战死沙场。终于等到第十夜，这次约定下次见，巫山云雨全走遍，我飞入花丛皆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江小黎，喜欢我的帮我评论转发点赞666，谢谢。